碰位的状态。 剩4秒钟，林志杰要自己处理掉了。面对解后者的防守，大好的三分球！小夫上来8的掩护。 之后进攻时间剩下1.1秒，林志杰想办法追上，林志杰单场第一，一度差距来到21分，跟上次在和平馆交手很像。对呀，林志杰，哇！进了。